轻轻地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悄悄地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地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1931年11月19日12:30，济南号邮政班机在山东党家庄上空触山爆炸，一代诗人徐志摩不幸罹难，时年36岁。怎么我不该上你字啊，怎么我不该要你来，怎么你总之没有穿上我这你讽刺的葬纱。
没有明月，没有星星，黑夜的海上寻找光明，海鸥在浪尖穿行，穿行，看东方晨星隐隐。Thank you.
你的英文真棒，流光匆匆一转眼，你来英国一半年多了吧？是啊，我跟着父亲和梁启超先生从中国来这里寻找光明。我从美国来投奔英国做一家罗素，因为他是光明的使者。罗素他充满我的勇气、敏感和智慧。是啊，他写的《往自由之路向黑夜的行程》，我的心为之跳荡。喜君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慧英，我们真是知音啊。这是什么书？台式的建筑与女人，一座建筑，甚至一首诗。妮妮，你喜欢什么书？白伦诗集。白伦，你就会卷起爱情的风暴。Thank you.
得别离啊。桂英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你。自从见到你，我好像一瞬间找到了灵魂的伴侣。不，不不，我不能破坏你们的家庭。我和玉妮是包办婚姻，我要和他离婚。离婚？对，离婚。抗火的杂交可以作证，抗焦的星星也可以作证。是，我要说服玉妮一起向凤姐求命，公开发表离婚通告，还我们一个死讯。慧英，你要等我回应，一定要等我。话要对你说，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那你先说。这些信谁寄来的？英文字看都看不懂，差不多天天有。啊，是林慧小姐，我家来过，你见过的。哦，原来是他。乃怪你会杂米，穿了西装不要忘记旧装。来，这件长衫是工地叫我做的，试试看好不好穿。怎么啦？不开心啦？坦率讲，跟你结婚以来，我没有一天真正开心过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开心。是真话？真话？不开心又能怎么样？家计在即，家困在困，烦恼的日子当不一天少一天。我。
我们不能这样下去，夫妻是灵魂之伴侣，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。自己的生活，他家送夫，我哪里想有自己的生活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恨不得在你面前消失，可是我做不到呀。玉妮，真对不起。先生，我的感受和你一样啊。我知道你喜欢他。是的，我喜欢。早有思想准备了。我是个有度量的女人，你既然喜欢，苦也难去。你是什么？世间大户人家啊，谁没有三妻四妾？夫为妻纲，我答应你，那他为妻不？那妻是对女性人格的侮辱，我不同意。哪里要这样？离婚？离婚？什么叫离婚？即是婚呀，与夫妻并为朋友。什么意思？你要休妻？不，休妻是男权霸道，离婚是双方自愿，一是欲上万事欲。不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娘家也是名门望族，是你们徐家华侨上门进我来的，我们俩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，这个亲已经生生世世就在一起了呀。有你我家中的孩儿。
何人把宿命凭身把魂尽，心魂比真暖真情，魂儿总盼天作暖，才知晓日日如云有家心，有你我愁啥女子不凄惨，一想真气就是力，有真快心中传唱千千千，自古女子送命尽，
王中沉默是今夜的看
不来了。徐子墨啊，徐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在布达听过徐先生的演讲。哦，你就是不明明月罗霄吗？徐先生，哎呀呀呀，这心有俱乐部挂不了你的胆气啊。老小姐，你的这话真令人钦佩。请努力，小姐烦恼姐，我的事这烦恼姐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行，忠孝节义维系着五千年，思虑不绝，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。许先生，你阻拦冲破五千年礼教的爆破声，谢银子砸开了父亲的黑夜。谢谢你，都懂了我的事。在凌晨仔细的黑夜，你的诗是黑夜的星辰，我的空气，我的生命，真令人感动啊。罗小姐，你先生叫王根，美国西点重要毕业，是位优秀的男子。王根，他远在哈尔滨做他的警察厅长，他是我公馆的骨子，我是他手掌的画饼。手掌的画饼，王兵长到。人，给你杀死。老卞夫人，夫人不在。哦，电话问过罗夫老太太，还有徐子墨工作的报答，送不同时光，五十至两千钞夫人都没有。听说夫人与徐子墨，多少是什么？没有风度。是要不我再去北平警察厅问问，那里可全是你的胖。万一不你那吗？是。长官公务劳累，凌晨有人海边起飞，休息一会，我再去找找看。没时间啦。十点半，百位生存方将军是部委，军部委你傍晚飞上海，晚上去南京联军司令部。是是是是是。明天为哈尔滨了解战友一种案子。好。大后天还要飞夏威夷，美国西点军校一位劳动员有约。哪位啊？艾森豪威尔。哈哈，艾森豪威尔，走吧。是。来，怕皮衣变成寻找，暗中保护好夫人。是。李总，接令。
你更重哦。啊，没有，哎，没有。我是奉命来保护夫人的。不，你在监视我，你们也在监视我。我也是人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是的，给我滚！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总算可以透口气了。不平的雪山太美了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，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，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，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你看，我有我的方向。雪花的快乐。哎呀，许先生，这么早就到啦？我正在念你的诗。这西山真好，飞絮红叶，一片宁静。先生，再上些。不，再上。你看到什么？我在黑夜的海上看到了明亮的火光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是先生。小麦，妈妈，你怎么也？你关得好紧啊！宝母，王根兄，妈，许先生。许先生才不大，为人是了走上苦道，怕是叫风絮满天，吹过雷鸣，莫是上上才生人道，雨下山。人是高，人是与是大所交，雨下满登高一来总山笑，七八海闹花絮笑。送别山盟，别是恩师两情。
山重，我是你家上花瓶郎中娘。多少年人多孤灯不长宵，愁天寒窗作为夫妻，我们不合适，不幸福，时至今日也该了结了。你要怎样？小姐
烦恼间。小姐啥个家？小妹一死，要和我离婚。离婚？小妹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这么体面的家庭，离什么婚？妈妈，许先生，你不要再接小曼管事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妈妈，小曼，回去！你这个委屈，你这个委屈！你要冷静，婚姻大事事关两家生意，除了生意你还有什么？我跟我们好爱好散，互相解脱了吧，不做夫妻也好，做朋友。王哥，小曼花衣色尽，实在苦苦相逼，我只有三命一条。不知花间有香，四句传情呐、啊。可你知道吗？他今世都身不由己，成王败寇，连累死此，王母自律不兵，怎能不以前人为从啊？我很欣赏你的勇敢，来，又说你一问离婚呀你，从此以后老小妹一切原因与本村没长无关，我做你的向后转，跑步走，一、一、一、二，姑爷，一、姑爷。姑爷，姑爷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小曼，小曼，小曼，爱也跟着我走，人情间把我们的交心伺候。为真爱，为自由，为真爱，为自由。
梁七少先生怎么还不来呀？许先生，许先生，有他不省心先生，他们来了。许先生，有他不省心先生，他们来了。大风，祝你们。大风，真的雨啊！子墨，子墨，走你们，走你们。喜庆，子墨，走你们。喜庆你，走你们。喜庆你，子墨。我今天凌晨三点就起来了，你说这小麦用过，我这就下药接头。假使我今天马上要死，林世杰只想做一篇伟大的诗词颂扬着，以后黑夜中护放的光亮。太好了，刘先生、张先生，谢谢你们。叫我不答应和小曼成婚，除非梁启超先生亲自出面指婚，否则就要断绝父子关系。子墨，梁公再器重你，他是倡导民主、反封建的前辈，一定未来。我看不一定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许先生结婚的消息，都不管的。反正。不来就不来，子墨，我们请大夫指婚，婚礼照办。对，大夫，你就帮帮忙吧，帮帮忙吧。不，这不妥，不妥。子墨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梁启超先生不到，对你们不利呀。天哪，这是一个奴家的世界，永不得恋爱，永不得恋爱呀！梁启超先生到，来了，恩师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我是怕一你归来。小曼小姐指婚，下面请新郎新娘撤席。许子墨，你愿意和罗小曼生死不离，结为终身伴侣吗？不愿意。罗小曼，你愿与何许之母同甘共苦，终身相随吗？我愿意。好吧，婚姻自由，从今天起，许之母落下满这位康丽，同甘共苦，生死不离。满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傅世子再三请我做证婚人，我是一万个不情愿，因为我面对的是土路，与土路为伴，怎能在土路成人？今天我来设局局，只好让所谓人知道这种恶劣不得其法，更不值得庆贺。请恩师设下去。设什么？
好啊！徐子母，你做一文不成，做生意更是失败。你离婚这去，就是用情不专的命。梁先生，你不能这样。罗小曼，我休意与你说话。王根的心还在我这里，你是个不正妇道的奸淫。劝你们不要一错再错，死不无成，不要以事事事理作为应试准则，不要以荒唐和阴谋作为人生目标，不要把圣经的婚纱当作碎碎抛皮的土衣男女。不要与他人之苦痛，以自己之快乐，伤父母寒夜，伤朋友不耻，伤社会嘲笑，伤道德流泪呀。Oh
你不是已经换过衣服了吗？我喜欢。对，我也喜欢，因为它是我们永久的纪念。哎，时候不早，你身体不好，早点去睡吧。我最近吃了一种药，身体好多啦。什么药？不告诉你。哎，当心、啊、对不起，我这样东西反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我不在乎乱又怎么啦，随心自由不可以，我喜欢。哎，你找什么呀？前几天即兴又写的一首诗，比全部都来猜了啊。哪一首？他是睡着了。啊、哦、我知道，我把他长起来了。啊，长在哪里？长在我心里。哎呀，你呀，子墨。睡着了，星光下一朵斜起的白莲。他，我梦见你，香炉里摇起一缕碧螺烟。他是面熟了。好了好了。花奶奶，我没有喜欢你，好吧，我要赶紧喜欢他。那哪去？现在啊，我们可是靠蛋糕吃完了。我陪你去。不，你身体不好，都几点了？怎么？表定了吧，你这张老爷表早该退休了，我给你买了块新表。啊，喏，劳力士，你看，哪能漂亮哇、啊？哎呀，你这件长衫也过时了，倒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。今天我在亚非路上看到一套意大利西装，下起摩登，可惜身边钱不够了啊，过几天去买吧。太名贵了，其实我都不需要，不用买。我喜欢，这些都是给你买的。有了老小麦，我要求子母更加体面，更加光鲜，更加灿烂。可是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，假如又到了我们的经济来源。我有钱。哪里来的？不告诉你。你买完了？你把西山红衣买了？哎呀，小曼呀，小曼，你怎么可以买自己的娃呢？你喜欢我还可以再玩吗？小曼，这西山红叶可是我们永久的纪念呐，它在我心里，我还可以再挖很多很多的西山红叶。子墨，你不是说我们是灵魂的伴侣吗？对，我们是灵魂伴侣。不过小曼啊，
不管是灵魂伴侣还是生活伴侣，都必须面对现实。这关不值得你爱，不，你的可贵之处就是正直。从古到今，茫茫人世，每天都在表演各种各样的虚假。我宁可要粗劣的正直，也不需要完美的虚假。而你，从不虚假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值得爱。子墨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子母本嫂回来了。子母，你总算过来了。快到林间祭奠，哎，为徐少爷开门，开门啊！慢，老小慢，不能进门。为什么？他是徐家媳妇。你们私定众生，徐家不与成神。我们有两妻操先生之婚，她是孤独落的女人，为的无你母亲的灵魂。不，她是我的爱妻，既她父母名正言顺，站在那里玷污什么呀？父母生前小麦无法见上一面，今天这就在灵间为她烧纸香磕个头，就让我进去吧。不、哦，徐家列祖列宗就不让你进了。徐家啊，我小娘子，你母亲是被你气死的，还不快接你母亲上香，快上香！上我进去！
接近你，来人不到虚假真名英文，自为自母爱小妈，万千虚从当为云。前妻张幼仪，妈，这是老爷接你们找的新居呀，是可以去死。哎呀，哎呀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你怎么了？小妹，小妹，哎、怎么又发病了？孩子，你冤不过去医院。什么呀？啊，他好像是什么眼皮？眼皮？全买了啊！哈哈哈！这种工资真贵，好贵。刘小曼吃鸦片。你算不得，滚！滚！来上海已经五年了，飘雪，今夜最美。
听得不是老谁登过哎，听讲罗小妹老早来了外交部当翻译，老有才气，现在不来塞了，哪能啦？吃鸦片了，屋里有客人来，先要烧开化妆，起码要2个多钟头嘞。做啥？哎呀，不化妆哪能来塞了？叠着面孔，像棺材里扑出来个鸦片机呀！侬没有吓人哦！呀，上海滩上谁没了讲呀？住口！你们，你们去听听五十四刘海叔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小曼是不平城里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，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。你们这些说不可呢，妒忌深情的阔太太，谁能给她半根好吗？谁？是我。先生回来了。哎呀，先生，今天这么早回来了？嗯。哦，先生，这是太太欠的账单，268块，还有这些4980块。这么多？我一个月工薪高飞才1000多块，买些什么呀？啊，先生等等，我去通报太太。不用了。什么味道？怎么不开灯啊？是谁？啊，小麦。你回来啦。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看看这张报纸，听听外面讲些什么。我原来都不相信，想不到竟然是真的，竟然是真的。小妹，这部病例可是从来也没吹过呀，是呀，早了到了上海。小七，啊，先生，那4980块钱，是不是都买大衣了？医生，你不要逼他，医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不行了，你就让我退之可吧，医生，你这是最冷的真身。Thank you.
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吗？这就是我灵魂之伴侣吗？徐子墨、罗小麦，花前月下，不、啊，他不是罗小麦，你不是罗小麦，我不想回到你，你请我出去啊！子墨，出去！子墨，不阳，不阳，你莫出去！也许独处几天对你我都有好处。你后悔了吧？与杜洛为伴，怎能随杜洛成人？梁启超说的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与大爷作伴？为什么不听忠告？为什么自暴自弃，事关杜洛？小麦呀，小麦，在你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青春美丽、充满理想的了小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上衣不是在流泪，是在流血。是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忘记他，你从来就没有忘记他。他告上我堕落，他是神女，我是魔鬼。可是他不要你，你去找他，你去呀！Cheers!
听儿奏些是叹苦苦子
憔悴，请进，子母。11月19日，我和四人在北平要举办一个文化讲座，向国外友人介绍中国建筑艺术，邀请你参加。你去吧。不，你身体不好。你应该去。黑暗总会过去，黎明就在夜眼前，当晨曦天边出现，那是新的一天，新在梦中，我走了。一哈呀，是刚从德国进口的，放在你上头，要万事不用，多保重。等我回来。有你，是你，这么早，赶火车去南京，明天飞北平。你。我还没有忘记他。一个文化讲座，这两天有大风，我还是乘火车吧。不要紧，我乘的是邮政班机，不花钱的。你想不到，你也担心钱耶。经费些必呀。哦，有你，这红的，你办的用章女章公司都上了报纸，我还去了银行。啊，最近都好吗？天下
岂有妖蛮之宇宙？为不求妖蛮，是可领略生活之妙味。梁启超先生，师弟，我一直在看他的书。有你，你完全变了。是你拯救了我，解开了烦恼结。我有着做一个自强自立的新女性。谢谢你，子墨。哎，你的上山领子破了，我给你定做一件吧。啊，方便吗？你说你，你的上端尺寸都在我心里。哦，那好，哎，定金拿去。是什么呀？我开公司的本钱还不都是你们许家的？啊，对了，儿子最喜欢你的诗，有几首都会背了。真的？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啊，又叫他背给你听。哎，好了。祝你一路平安，再见，再见。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悄悄地我走了，这如整理你的文稿，抗战到难，比起不把我送去的好多稿件拢得了。不过稿子得了，我任务完成，我重新整理，我累，我愿意。在你的诗里，我能找回一个真
定若小吗？子母啊，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找回了死志。小曼，原来是你啊！听说你的女装公司开到美国了，真的成了四江四立的新女性。子母说，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，是这句话惊醒了我，是康桥激亮我心底深深。小曼，听说婚姻病了，病得很重。是啊，有你，小曼，婚姻，你们怀恨我吗？不，不恨。自我这一生，没有恨，只有。一笑。